一粟米、小米、杏凉、味甘甜，能益气健脾胃，滋阴清虚热，利二便，治反胃、泄痢、消渴等，不宜与辛同食。二黍米、黄米，性味寒，味甘，治黏，肺之苦能和胃安黏，治寒热，利大肠，治肥虐，阳肾阴虚不眠，筋骨乱急，疮疥、神摇等，小儿不宜多食。三、糯米、江米，性温，味甘，治油黏，脾之苦能补脾肺，缓中止泻，治消渴尿多，体虚自汗，便溏等。病人及小儿忌止，多食荤五脏，令人贪睡。四、精米、大米，性平，味甘，能补中益气，健脾和胃养精，除风湿可止泻等。吃脾胃不和，中气不足，烦咳泄泻等。五、鲜米、鸡米、南米，性温，味甘，能养胃和脾，温中止泻，是人体能量来源常用的主要食物之一。六、薏米、薏仁，薏仁性味寒，味甘淡，能健脾和胃，补肺，清热泻水，治水肿湿痹、泄痢热淋、疝气、脚气、风热筋骨病等，热入肾腑。七、玉米、苞米，玉蜀黍，性平，味甘，能吊中开胃，甚是利尿、利胆降脂，治尿路炎症及胆囊炎、肝炎、黄疸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。八、高粱蜀黍，性温，味甘涩，能温中止泻，治吐泻、小便不利等，阴虚内热者不宜大量食用。九、小麦、白小麦，性平，味寒，味甘，分淮小麦、浮小麦两种，能养心健脾、后肠胃，除六绝渴，是人体能量来源常用的粮食之一。十、浮小麦，性偏凉，味甘，淘洗时应别受轻，而浮在水面的麦粒为浮小麦，多喝药用，能益气、除烦、敛汗、治骨蒸虚热、劳热盗汗等。十一、大麦、科麦、泛麦，性微寒，味甘咸，能益气，药中花食，除烦利水，治腹胀、烦渴、小便不利等。十二、荞麦、三角麦、花麦、乌麦，性平，味甘，能下气利肠，清热内放解毒，治食积、尿浊、带下等。忌猪肉、白胆同食，络为发，同白发时杀人。十三、油麦、油麦，青稞麦，性微凉，味甘微咸，能益气、利湿、止泻、治腹泻、水肿、尿上等。脾胃虚弱者进食，多食不易消化。十四、燕麦、燕麦、雀麦，性平，味甘，能补脾胃、滑肠、催产，治食欲不振、大便不调。十五、番薯、甘薯、红薯、番薯、甜薯、地瓜，性平，味甘，有红皮、白皮两种，长寿食品之一，能补中和血，暖为肺五脏，益气生津，利便，通乳、防癌、抗衰老，治湿热、黄疸、乳疮、便秘、夜盲，忌食黑番白薯，以免中毒。有番薯不能与鸡蛋同食的说法，但没有根据。十六、黑豆、乌豆，性平，味甘，豆有五色，各入五脏，黑豆肾之补也，能补肾、振心、明目、祛风活血、解毒消肿、治口渴、水肿、疮疡、夜炎、二便不调等。为午餐，龙胆、猪肉，忌厚朴和蓖麻子，补死还素、土霉素食，不宜食用。十七、小黑豆、马料豆，性温，味甘，能补肝肾、壮筋骨、明目益精、乌须发、解尿毒、祛风痹、带下、水痘、疮疡等。为午餐，龙胆、猪肉，忌厚朴和蓖麻子，补死还素、土霉素食，不宜食用。十八、黄豆、黄大豆，性平，味甘，有豆中之王和植物肉等美称，能健脾益胃、清热利气、散五脏结疾、解诸毒、治肾病、水肿、肿毒等。多食生痰咳嗽，过量服食导致疲倦昏睡，补子还素、土霉素忌用。十九、红小豆、赤小豆、赤豆、红豆、红饭豆，性平偏凉，味甘酸，
消热解毒排脓，治水肿、痈疽、疮毒、脚气等。蛇咬伤忌食，多尿者忌用。九十，令人枯燥体瘦。二十，绿豆青小灯，性寒，味甘，历史真称其为食中药物、菜中佳品。是故，豆中的角角者，能清热解毒，消暑除烦。治结石药毒、疮疡肿肚、暑夜烦渴，服药期间不宜多食，脾胃虚寒滑泻者慎用，不要与狗肉同食。二十一，扁豆，性平微温，味甘，解毒消暑化湿，吃皮湿泻痢、恶心呕吐、痰湿带下、患寒热病者忌食。忌生吃，炒食应熟透。二十二，蚕豆、胡豆、南豆、葡豆，性平偏凉，味甘，能健脾利湿，清热测经，治体虚食少、水肿、遗精、大下、脚气等。糖尿病、高血压患者忌多食。二十三，豇豆、饭豆、豆角，性平，味甘，豆中之上品，用处最多，能健脾胃和五脏，补肾益精，治肠炎、凉尿病、遗尿、遗精、大下白浊等，气滞便秘者忌用。二十四，豌豆、回锅豆、青豆，性平，味甘，能理气和中，生津止渴，通入消胀，利湿解毒等，治凉尿病、屈辱、脚气。二十五，捣豆、加煎豆，性平微温，味甘，能温中补肾，利肠止逆，治虚寒恶逆、腹胀、腰痛、气管炎、百日咳、忌生食。二十六，白芝麻，白芝麻胡麻仁，性平，味甘，能滋养肝肾，润燥化肠，补肺气，宁耳目，耐饥渴，治虚劳便秘，小儿头疮，脾弱便溏者不宜多食。二十七，黑芝麻，黑芝麻性平，味甘，能养虚补肝肾，润五脏，前筋髓，先筋骨，利大小肠，治虚症体弱、眩晕、瘫痪、须发早白、脱发、产后奶少、便秘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